是真正希望啦。啊，成龙的手术已经顺利成功，那呢吼，你甲伊啊，冠廷三个人当个正常过生活对？嗯。是嘛来啊？迄成龙的目睭吼，若真正好起来，你都唔免甲阿妈为着伊目睭看袂代志，你还感觉足亏欠的啊？你无讲，妈妈知影。啊你哦，当初时若毋是因为伊目睭看无，哪会遮尔紧就答应讲要嫁予伊？妈，你家己拢讲这是当初的代志啊，就代表遮个代志拢过去啊。确实啊，嫁予春龙，我心肝内。啊，毋过这拢是我家己的决定，我袂后悔。成龙，你要从啥啦？那花有刺，你老花也紧剥手啦！成龙，你啥时候要讲遐尔是结尾？刚刚是因为你的目睭，是的，我又搁予恁失望啊！即摆我的感情也是一片乌暗。是的，我想我已经无资格搁继续活了。是看无，我干那爱你活嘞，啊若无，啊若无，爸是要安怎？我甲冠廷是要安怎？爸爸回来了，过来过来。叫你呀，冠廷，冠廷，爸爸也好想你。积木啊，你想要拼什么？我想要拼机器人。机器人，那爸爸帮你拼好不好？好。来，哎呀，机器人，首先要有机器人的脚，机器人的身体，哎，好，然后，哎，再插一个手。你看，有没有像机器人？我好像啊。爸爸，你的眼睛是不是好了？